哲瀚直播这段话真的是杀人诛心，被 Q 到剧中这段演得好像身体里真的有钉子时，他称身体里的确有，有钉子，有钉子，我的膝盖里面有钉子。此前他因拍戏而导致腿伤复发，这也让他留下了严重后遗症，并再也不能碰他心爱的篮球，真的太让人心疼。你现在的真是经过好多次毁了的脸。目光属于远方，肩膀属于担当，而青春属于朝阳。鸟语叫醒花香，微风叫醒海洋，我的心叫醒希望。脚步属于流浪，心跳属于向往，而年轻属于疯狂。眼泪取名信仰，挫折取名成长，而我取名叫坚强。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，我心住着太阳，到哪里都是晴朗。就算是未来充满风浪，我心住着双桨，没有帆也能起航。就算是天空没有阳光，我心住着太阳，花还是一样绽放。就算是离失去方向，我心住着翅膀，穿过绝望和迷茫去飞翔。脚步属于流浪，属于向往，而年轻属于疯狂。眼泪取名信仰，挫折取名成长，而我取名叫坚强。